男子五千米接力决赛，中国队派出李孔超、李文龙、刘冠毅、钟雨辰出战。其他三支参赛队伍分别是韩国队、加拿大队和哈萨克斯坦队。比赛开始后，中国队出发处于第三位，但很快便超至首位进行领滑。在比赛还剩32圈时，韩国队、加拿大队先后超越了中国队。此后，中国、韩国、加拿大围绕着头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。中国队一度在比赛还剩14圈时再次超越至首位，但未能保持住优势，三圈过后被加拿大队反超。在最后5圈，加拿大队扩大了领先优势，紧紧追赶的中国队和韩国队进行了激烈的超越和反超越。最后1圈，韩国队超过中国队，第二个冲过终点。中国队以6分37秒054获得铜牌，以1金1铜的成绩结束了本站赛事。